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哎，个球还不小呢。我看长这俩大钳子，来吧，收了。这儿还有一只，这儿。哎哎，来吧，收了。这儿还有一只，哎。赶海的时候呢，遇到这样的石头，它下面有个缝儿，旁边有一堆泥沙的，这种的一定要给它翻一翻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就这样的，下面会住着螃蟹。看到没？老凶了，这么活跃吗？这只有点小，不要了，放了吧。刚才我看到这儿有一只在跑，啊啊，在这儿！晚上的螃蟹呀，它都跑出来吃东西，收了。哎，这发现一只海兔，啊，就这个，哎呦呦呦呦！哎呀，看它还会变颜色，还透明的，还挺漂亮的。这个不要了，放了吧，走吧。看一下晚上的螃蟹都在外面跑。哎，哪去了？哎哎，收了。看这儿还有一只，收了。看一下地上这些密密麻麻的呢，就是海瓜子儿，太多了。哎呦哎呦，这洞里还有只螃蟹。出来吧，有点小，不要了。这儿发现了一个螃蟹洞，这掏螃蟹洞的活呢，就让螃蟹哥来吧，太夹手了。有货，100%确定里边有货了。哎呀，哇！一会儿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货呀。哇哇，哎呦哎哎呦，可以啊，太活跃了，收了。这儿又发现一只，看到没，晚上的螃蟹啊都跑出来四处游荡找饭吃。哎，这个感觉有点小呀，放了，不要了。看一下这个地形，这是一块大石头，下面有一个缝，这里边呢藏着一只螃蟹，看到没有，用手电筒这么一照呀，这个眼睛都放光。哎呦呦呦，哎，出来吧出来吧，哎，个头不小，看这大钳子，出来。哎呀，就这种的夹个手老疼了，看这大钳子了呗。哎，出来。哇塞，可以啊，这只收了。哇塞，看没看见这有一只黑乎乎的，看到没，跑了。这是一只大家伙，哎，这还有一只小的，我先要这只大的。哇塞哇塞，哦，这俩大钳子，哈哈，这个大家伙太好了，大吃眼红一只，看这钳子，哇，特别有劲儿，收了。